安大明星最近又有卡拉 OK 技术的幕后花絮，来花，我们有卡拉，哎，我们把三姨先跳一下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先跳一下，因为老梗，一定要，我们就老梗了，好，三二一，跳，嘿，我要去幕后花絮了，那我们要从哪边走呢？这边吗？还是那边？我们要去干嘛？唱歌，好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唱一千个晚安。唱一些晚安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里有卡拉 OK 机，然后因为是连玉涵想唱歌啦。我没有，我不会唱。他要唱 rap 的部分，有安妮会帮忙做伴舞。好。然后张栋梁就是要一个。我伴很好。你不行，你要演唱，你是这里面。你看有一次，对啊，你看有一次这样。不是不是，他们就是先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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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有没有找好了？找好了吗？来来，我们最近安大明星就是都会带大家来玩一下卡拉 OK。哎，我还真没唱过这个哎。挤得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再挤不进去，我们一定要让你们进去的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好，哎、欸，所以你的歌都好了哎、欸，怎么玩啦、啊？谁去帮他服务一下？哎、欸，都是你耶、欸！按什么？就看你想要唱哪一首，然后按点播。怎么没有寂寞边界？为什么没有？哦，好，找哪一首都可以。唱这个好，可是他暂停播放什么？对，我们就只已经点好，然后你直接按下去。哦，这是观众点歌哎，啊，有音乐声音会出来吗？啊，大声一点啊！我没有玩过哎，但我好想知道、啊。现在是什么歌曲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那我不好意思，好胖哦，有吗？也不好意思，这是你，这我啊，你也好肥哦，哎，自己说算了，一起唱吧，是。我今天唱一天，你呀，行啊，你这个会唱了吗？这是我小时候的歌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拿来，这边拿来。什么时候想去追，想抓住，跳跃还行，不用不用，你总是喜欢在剧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有不会唱吗？一唱就会笑，记录起你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黑，谁也不能永远。头发怎么了？你不要，是吗？没钱，我跟你说，可是就是那时候那个年代真的是大胆，大家看裤子，我去看他演生恋。对啊，我喜欢那个老师啊，想装讲话就给对方唱歌就好了。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你的爱的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然后你看去上课，其实我不知道老师，然后我去上课才发现头发真的很帅。那时候流行那个，而且我是晚上睫毛刚出来吧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我应该要画画。那时候可以啊，2005年，几岁？2005年我几岁啊？我现在37嘛，所以那时候几岁？不要打打飞机了。这个学生三七学生二十四岁。可是看起来很年轻。对啊，就是都会这样看起来。心那么简单，一碰就会碎，轻轻一点风吹。这里面为什么会唱这个？就今天唱一下商演这首歌，对啊，我们演这首大家的。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，谁都要面对。不只是我，会感觉到疲惫。一起唱吧，大家一起唱。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
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。这个就是有像你说不好意思，看你眼睛，你这个 MV 我就没看。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说晚安。一天晚安，真的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所以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张亮亮，张成功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